这些年，有无数人不断寻找昆仑虚的下落，可都一无所获。大家小心点，这地儿不能打，子弹对他没有用。说呀，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你的父亲啊？他欠我一个答案。 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，能救我？能分尸要我的命？跑！什么东西？这不是我们的终点吧？ 这些年，有无数人不断寻找昆仑虚的下落，可都一无所获。大家小心点，这地儿不能打，子弹对他没有用。说呀，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你的父亲啊？他欠我一个答案。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。 能分尸要我的命？跑！什么东西？这不是我们的终点吧？